好多谢你继续收听由灵命日粮事工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提供的灵命日粮。今日我哋分享嘅主题系随时赞美敬拜。先同你读诗篇第100篇，清谢诗第一节：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；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清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